可以啊，练过锁骨是吧？你再进去点。嗯。啊！现在要是叫的话，邻居应该能听到的吧？哼，如果要叫也应该是我叫啊，是我洗澡的时候你闯进来的，不是吗？为什么不敲门呢？嗯。我哪知道你在里面呢？ 再说了，你昨天就已经洗过澡了，今天早上怎么又洗啊？你有洁癖啊？我早上出去晨跑，躺了一身汗，回来洗个澡有问题吗？再说了，这是我家，我洗个澡也要给你打招呼。好好好，都是我的错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你要是觉得尴尬的话，那我今天收拾东西走好了。哎。 对不起，你先洗，洗好我再过来啊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已经好了。然后这个牙膏还有这个牙刷我都已经准备好了啊，这个毛巾他们都是新的，你用就行了。谢谢啊。啊，没事，你用。你平常那么好还敷面膜啊？这不最近因为三天记得事儿吗？我总熬夜，没时间补个水。嗯，你用你用。等一下。 没贴好，谢谢。